大口点，真是。你不要在这吃下去。要得啊，你敢吃我就敢弄。那我不敢吃嘛，这两种都可以吃的。你们看这一瓶烂烂洞洞的，应该味道还可以。再来糖浆水清洗一下。再来点爆竹哈。等下以后烫的里面去。我也想吃全熟的。全熟的不行，还要加点荤菜的，这都行。你我要改不改下大头娘？要改，买大头娘的汤都不好吞。再来毛肚，我们改下刀。猪肺也改下刀，切成片片。再来一口四锅，再把今天的好宝贝放进来。再来点老板送的配料，开火。先下点肉。那我毛肚要边烫的时候边吃。等点海椒水嘛，要不要？不要海椒水哦。你要吃原味呀。这个味道都够浓重了，我感觉。好嘛好嘛，你要不要海椒水？要这个蘑菇啊，分一下不？你放下去嘛，蘑菇。我做它。再放点南瓜点在里头。第一次乱烫火锅，不晓得味道。我多做点儿，是毛毛做不透。大口点，真是！你不要在这吃下去。还嘛，跟着我，还在我听我去。好吃。眼睛闭着说的，你看这南瓜烫有没有？毛肚，这不讲，那你毛肚先吃。你是不想？快吃！你有的吗？有。今天海椒。我今天是海椒送我的。看来你是平常本来那些没有味啊。一般是你都没吃这个菜的。来。哎，算了，毛肚，毛肚，毛肚，快吃啊！不要浪费了。我们毛肚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哎呀，我吃点爆浆肉。吃爆浆肉。弄哈就不吃爆浆肉。吃不来，你这么没胃。还是蘑菇啊，蘑菇怕不吃不见喽。我去弄到的嘛。哦，好热哦，喊我喝快。这个火锅应该冷天吃才安逸的嘛。嗯。今天我火锅味道真的不错，我慢慢吃哈。谢谢朋友们关注，明天见了不？拜拜。拜拜。